好了，那同样的东西呢，不同的孩子学到了，但是用出来啊，感觉还不一样。所以呢，我们需要用一些题目来检测一下你到底学的如何哈。Now look at the first one，写出下列名词的复数形式。我觉得这对你来说是小 case。那么 Vivian 呢，可以给你5分钟的时间完成这道题，一共20个小空。你呢，可以就缩略，比如说第一个 orange，它的复数是 oranges，后面加 s，所以你就画一个横杠，加一个 s 就行了，你就不用把它完全写下来了，用这种很快的速度去把它完成，5分钟的时间。好，如果你写完了呢，再开始看我们的视频。那 Vivian 现在来开始讲解了。来，第二个 class，蛇吃 xo 会死，所以后面应该是 es，对吗？加 es。好，那么第三个 monkey 怎么加？直接加 s，很好。piano 怎么加？怎么加？哎，对了，piano 直接加 s 哈，直接加 s。来，child 的复数加一个人 children 对吧？shelf 以 f 结尾变成 v，再加 es。bed 加 s，beds。countries tries 辅音字母加 y 结尾对吧？好，families 变 y 为 i 加 es 对吧？Families 非常简单，那 toys 直接加 s，foot 对了，把中间的 oo 变成 ee 变成 feet，那 radios 不用多说，好 photos 直接加 s 吧，好接着 tomato 不行了，英雄爱吃西红柿土豆，所以要加 es 对吧？那 woman 的 man 要变成 men 就对了，那 knife fe 结尾的，所以要变成 v 加 es 是吧？不变速度快，是因为前面你应该非常熟了。来，ship 不变，所以不用变。ship 加 s，ships 对吧？好，dishes 加 es，mouse 它是特殊的，要变成 mice，mice 是它的复数。所以这里面除了有几个比较特殊的以外呢，其他的我觉得还好。来，我们看第二个题目。写出括号中正确的形式哈。那第一题，There are three 什么 in the classroom？一看 three 肯定后面要加复数，那么 chair 要变成 chairs，直接加 s 就行了。我简写了。第二个，These tomatoes are red，加 es，毫无疑问。My brother looks after two babies，辅音字母加 y，所以是变 y 为 i，加 es。好，下一个 potato 不用多说，加 es。Chinese people 是的，不用变，直接 Chinese people 对吧？也不能加 s，单复同形的哈。好，接下来 I have a lot of toys，直接加 s。接着 My mother wash dishes，加 es，因为蛇吃 xo 会死。那 pencil box I have two pencil box or two pencil。boxes 加 es 对吧？es，因为蛇吃 xo 会死嘛。好，there are some buses 没错，同样也是加 es，因为蛇吃 xo 会死。那么 8 feet feet 复数是特殊情况对吧？feet。好，那我们接着往下看选择题。第二个选择题呢，同样Vivian给你一段的时间哈，你自己先把它完成。然后呢，我们再一起来对答案哈。同样是5分钟的时间。那么第一题，我们一起来看一下。I can see three 什么 in the zoo? Monkeys 是怎么变的？monkeys。A 和 B 是一样的哈，所以你选 A、B 都可以哈，直接加 s 就行了。来，第二个，The pig has 4 feet. My two brothers are policemen.这种变法对吧？I can see 10 sheep，因为只有 sheep 是单复同形的，对吧？其他两个单数肯定不能选。The 什么 has 3 什么？The boy has 3 watches. See，因为前面是单数哈，the boy 才能用 has，所以你不能选 boys 是吧？那后面的 watch 是复数加 es。Can you see 什么 on the plate？对了，bread。之后我们会学到，因为 bread 是不可数名词，那有复数形式的只有可数名词哈。我们会在第15讲专门讲不可数名词。好，The girl often brushes her teeth。没错，牙齿的变化是特殊的，跟那个角
变化是一样的。Mr. Black often drinks some milk. Milk 是液体，不可数的，所以不能加复数。There are some 什么 on the floor? 有 some 了，所以得选复数 books. 最后一个 ，Lucy will have some 什么 photos 是特殊情况，所以是 B 加 S 的。怎么样？还是挺简单的，是不是？一点一点来就比较简单。来，第十一题，同样五分钟的时间完成十一到二十，之后再继续开始播放视频听 Vivian 的讲解。I'm drinking two 什么？对了，这个稍微有点超了哈。Water 是不可数名词，十五讲的时候我们会专门来讲 two cups of water。对了，你选 A 和 C 都行，因为它们两个答案是一样的。第十二。The cat is too 什么？对了，刚我说了，老鼠的复数是 mice， 不能是 mouses 啊。I need a pen and some 有 some， 所以选复数 books。There are 什么 in the room？ Photos 是的 ，A、B 是一样的，两个都可以选。第十五 ，There is some 什么 in the river？ 同样 ，fish。对了，鱼是单复同形，不可以加复数的哈。The 什么 two in the box 怎么填 ？There are， 因为有 two 嘛，所以前面不能是 there is 了，所以得是 there are two watches， watch 加 es， 所以是 B。第十七 ，We have to clean our teeth。C， my 什么 room is next to the reading room。My teacher's room。对了，老师的房间，所有格是我们之前刚学的，对吧？好，十九 ，Tom and Jim are friends， 复数，因为有二，两个人。How many pictures do they have？ 所以此处要用复数。好，那看过这些题目呢，薇薇相信你啊，对这个名词变复数怎么运用到题目当中去已经非常清楚了。那在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课后练习以及我们的讲义当中呢，有一些题目是需要你进行完成的。好，那说到这儿了，今天呢，我们这一讲呢就到这儿，差不多要结束了。那我们已经有一颗、两颗，会不会得到第三颗呢？当然会得到了，因为这一讲那么重要，肯定要有我们的能量星的。就，对了，就在这儿呢。好了，那么伴随着今天课程的结束呢，我们来看看今天的作业。观看学习视频至少两遍是常规作业哈，完成。本讲的重点词汇和句型，那么完成讲义的作业和练习题，这都是你要做的。那同时呢，你学会了一个知识，那你要想怎么把它用出去，而不是怎么样把它记住。你记住是早晚的事儿，但是怎么能用出去是更重要的事儿，明白吧？好了，那下节课呢，我们有更精彩的话题要聊，所以呢，我们下节课再见吧，拜拜。